杀的人就一定罪有应得吗？是我杀你的五百人，这是功大于过还是罪有应得？一场大事总要有人牺牲的。够了，你不是韩茂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以为你们姑苏的恩师是谁？我这一生撒谎无数，害人无数，杀父杀兄杀妻杀子杀父杀友，天下的坏事我什么没做过啊？照样和美女也一样，连一条生路都不肯给我。就是，真是笑死我了！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。你有什么知遇之恩，让别人来付出代价？平时对现在我好像反而还对不起你了。怎么这么多年来，我就像个丑角？我该被你的光辉灿烂照耀的睁不开眼睛。金宗主，穷极到极的是谁？你杀的又是谁？你可是先来招惹我的，究竟是谁？好，我就知道终有一天咱们要将大杀一场。在哪里？我连金丹都没有，我拿什么报仇？